20日，一个浪漫节日。19:35，北汽工业设计2.0时代的 SUV 绅宝 X35 以致无害为主题，在全国35个城市同步举办了上市发布会，是北京汽车绅宝品牌史上前所未有声势浩大的区域联动。绅宝 X35 共推出了6个版本的车型，有6种颜色可选，官方指导价为6.58万元至8.88万元。为爱而来是北汽绅宝 X35 入市的最佳注解，力图打造小型 SUV 新价值标准，高颜值、高配置、高经济性、大尺寸。其外观造型呈现出阳刚之美，高亮前格栅、天使翼 LED 日间行车灯、抱肩式轮包线、狮爪型尾灯、悬浮式中控显示屏、钢琴式多媒体控制按键、方向盘钢琴烤漆装饰、飞机喷气口式空调出风口等奔驰范儿的内饰，展现出了不输合资的品质感与档次感。绅宝 X35 配备了博世9.1版本的 ESP、 智能换挡提醒等功能，即使是新手用起来也很顺手，可谓好用。同级最长的2570毫米的轴距与同级最大的车宽，智能泊车辅助系统等一系列科技配置也相当实用。同时 Smart Car、手机智能互联系统等同级独有的越级配置，加上同级最低的油耗，可谓会用。此次发布会，厂商携手35个城市同步上市，覆盖了包括北京等一二线城市在内的31个省市，奏响了北汽绅宝 X35 为爱上市的最强音，并通过一系列的环节传递出北汽绅宝 X35 爱家庭、爱自己、爱生活的生活主张。在北汽工业设计2.0时代下，伴随着北汽工匠精神的不断注入，北京汽车正平稳驶入发展快车道。一方面，这个车传承了我们过去这样 SUV 的这些 DNA， 同时由于这样的一个车型的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细分群体，包括这样独特的 USP， 一定会赋予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一个新价值标杆。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我这样的一个推出这几款车，自动挡和手动挡的这样的一个价格，是吧？从65800起到88800，我相信包括它独特的这个手机互联啊，包括我们这个车博世的ESP 9.1的这样 ESP 这样的一些配置等等，包括这样的一些空间啊，包括如果一些消费者亲自去体验去感知它可感知的这样的一些价值，我相信一定会在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会树立一个新价值标杆。酷流汽车北京报道。